早上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玲怡。今天我们就要来宣布拔牙了，就此。先给镜头看。啊，哎啊，哎啊啊，哪里？哎啊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哎呀，好像有点咬了呀。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哎啊，哎啊，哎啊。对，好咬了。可是我血味整个出来了。来，我先检查一下，我快先检查一下来。啊！哦，好摇呢。我妈妈，你不要先准备一下。你不要太期待哦。我会紧张。我先准备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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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饿啊！在哪里啊？它会一拔就拔起来的。不会了，我看一下，我看我摸到别颗牙齿去了啦。哎呀，好摇了啦。哎呦，等等等，这怎么那么浅？它没有根呢。看看看看，等一下，我先把牙齿拿出来。它没有根呢，对不对？这个怎么那么浅啊？你看，来给你拿着牙齿。哦，哇，好多血啊！来，赶快压着压着，臼齿会血比较多，因为它比较大颗，知道吗？我看一下血，看血。我要看好狠哦，会痛耶，会痛呀！你说我拔起来的时候会痛吗？嗯，就一次而已，一小而已。一次，因为我就只一次就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嗯，给我看血。哇，拿掉血又出来。我感觉那个恶心的嘴唇了。妹妹，你有牙齿在咬了吗？没有，这颗牙。一咪咪而已，它还没进入完全牙了。姐姐这颗好胖，好圆。所以上小学的过程就是一直掉牙齿、长牙齿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上次这颗好细哦。你要等一下才能吃东西哦。这颗掉的时候好细，好可爱啊。嗯。这颗明明跟它是最好朋友最细的，可它掉，长出来就不是最细的了。长出来就是大人的牙齿。嗯。所以要好好的刷，对不对？还是不用刷，让它烂掉。烂掉。让它烂掉。烂掉。烂掉你就没有牙齿。什么烂掉？牙齿。什么烂掉？牙齿会烂掉。会啊，你没有刷，没有好好刷牙，然后蛀牙的，它就会烂掉了。烂掉，烂牙齿会变黑哦。会黑掉啊！你看你们同学很多都黑牙齿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半个人都没有刷牙，牙齿都黑成那样子。你现在还没有蛀牙，对吗？嗯。我只掉牙而已，掉牙不是蛀牙，懂吧？嗯。我们先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，老师说每个地方都从十下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忽略了哦？你不用讲话了，你先把你的那个血止住就好。嗯。很，突然了，出来了，血出来了。血出来了。我看一下。有啊，你看血出来了。哦，没有关系的，等一下再那个。哇，血出来了！哇，血出来了！你看，姐姐流口水了吧，对不对？因为这里都有口水，因为你刚好是掉在这里啊，这里很多口水。他就是一开始就是妹妹可以在旁边，等着这个妹妹可以在旁边很厉害的吃着的，哈哈哈哈。姐姐，你看妹妹在你旁边吃软糖。不怕粘牙齿，对吗？对呀、啊。第一颗大智齿，姐姐，这是你的第一颗大智齿。我今天才跟袁婷老师说我要掉牙了，什么东西？这才属兔的，属兔的，只能吃干点红萝卜。我不是要吃炖红萝卜。我没有任何一个想吃炖红萝卜。我也可以吃红萝卜。还有血吗？我看一下。OK。哎，它旁边那个白白的是什么东西、啊？你摸摸看，有没有硬硬的？嗯。有吗？有硬硬的吗？嗯。
要再拿一张给你。啤酒耶！噔噔噔噔噔噔，走开，嘴唇肉。没血了，一样啊。你刚才没洗手。有啊。不要那么大，你就是要刚好可以卡进那个洞就好。这样子啊。还有一点。如果牙齿掉下来丑丑的，如果丑丑的没关系，它长出来以后会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这样我就吃那个洞呗。你帮我好了，我不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小铃铛。每天晚上6点到会出现一遍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